小水滴，折射生活无限精彩。大家好，我是小 J。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脑袋，就是我今天呢要用这个帽子来给你们讲。我的小老人会帮着我们一起。这个帽子是我在学校做的。先讲前面这个大脑门这块呢，是叫 frontal lobe。 frontal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熟呢？ front 就是这个前面， lobe 呢就是这种脑管的细管这些的部分。这块又是管什么呢？这块是管 tiny moment， 像我要我要往前走，对不对？我要说话，我要想，这块呢就是 plan 你要走路，你要不要弯下跳起来，要不要弯下腰，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事情。那其实这边你们也可能知道，这个边右脑呢是管左边的，而左脑呢是管右边的。这边右脑这边呢就是管创意 creative 啊，音乐 music， art 画画啊，都是把 art 的艺术。那左脑这块呢就是讲telling time， 讲时间，数学，还有 symbol 就是符号。好，那我们转过来吧。好，这边呢红色这一块呢就叫 temporal lobe。 什么意思呢？就 sensing 的，你可能知道有 five sense， 对不对？那这块呢不是管所有 five sense， 这只管 smell、 speech， 这是我现在做的。你在 hearing， 你都在，我们现在都在用这个红色这一块。看一下这边，这边又也不一样了啊。rhyme and emotional speech， 就是唱歌啊这些很有表情的 speech。这边呢 hearing 也一样。Internal physical 就是一些表情啊，还有你的 feeling 都是这一关，还有 smell。 好，最后呢我们最要讲的呢叫 occipital occipital lob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一块只管一件事情，眼睛啊。为什么这个只管一件呢？因为它眼特别重要，所以有这么大块的都管眼睛。这边也是 left eye right eye。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关于大脑的知识啦。你喜欢吗？如果喜欢一定要点赞订阅还有转发哦。好好好，你学到了吗？小水滴折射生活无限精彩。